迎。今天第一场比赛呢，将由我们来自武术之乡云林西罗农工开始。今年是第三次赛战创意阵头大赛，我们的宋江阵头啊，那他们带来旗杆精神，同时呢也将旗杆武术套路来融入我们的宋江阵，他们将展现出力与美的宋江阵。那这个阵头呢，上次我们在初赛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注意到了，这是三代的传承，这三个世代当中呢有老中少。那我也非常感谢哦，今天啊这个西罗农欢迎跨世代的义阵美学西罗农工走。